现在来进行下半场的节目，首先是钢琴八手联弹。你们看一下，这里有两台钢琴，一台钢琴有两位老师演奏，一共四位老师来演奏八手联弹。首先第一首是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《威风凛凛进行曲》，这个曲子非常有名，耳熟能详。它是原本就是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之歌，那首歌叫做《希望与荣耀的土地》。那么这个曲子在欧美的学校呢，也是毕业典礼非常重要的曲目。第二首是李斯特降一大调华丽的半音阶加勒舞曲。这个加勒舞曲本身是非常快速的两拍子的舞曲，曲风生动活泼。李斯特他本人呢写了第一个钢琴独奏，后来他把这首改编成钢琴四手联弹。今天晚上的加勒舞曲是八手联弹，有一位作曲家叫做 Melas 改编。你想，由原本的独奏到四手联弹到八手联弹，整个的曲风肢体更加的丰厚，颜色的变化更加的精彩。让我们来欢迎由钢琴家吴金珍、吴嘉伦、邵廷文及杨楠的合作演出。